知道是谁投机取巧，不听劝告，而我只潜心创造，确保登场闪耀。行动前明确目标，换最佳面貌，这策略经得起推敲。机会不会等待谁，完全准备好，这真是每分每秒。我偏要你飙而上，你狂躁，我的浪当潮水涌向江北，我开辟一个土壤，此刻你没有退让，因为生来倔强势不可挡，主导属于我的主场。我偏要你飙而上，你狂躁，我的浪用潮水灌溉江北，我复兴一个土壤，此刻你没有退让，从不安于现状，你是释放坚强属于我的荣光，属于我的荣光。哎呦，这不能怪妈妈的呀，谁知道新二代的老板给抓了呀，就像江湖他们家这么大的企业都连累到了，何况又欠了多少？20万。半年前你才欠下10万块钱炒股的债，我为了帮你还钱，被你蒙了去签自由旗的商务，我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了，我是真的无能为力了，办法你自己想吧。你坐在这儿是想跳楼是吗？跳楼为什么不开窗？哎呦！张扬，你怎么那么狠心啊？张扬，妈要是真的跳了，你就没有亲人了，你会孤单的，只能跟你哥哥两个人在一起的。你真的不管妈妈了？妈妈那真的要跳楼了？怎么那么狠心啊？我妈回来了，要钱去，腾讯马上就要被拍卖了。上海腾讯企业有限公司所在的工业用地，由上海宝兴投资有限公司拍得。拍卖会最后一份标的，上海腾跃协议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和腾跃商标所有权，起拍价为500万。还请在座的各位不妨
仔细的斟酌一下。上海腾越协议有限公司创立于上世纪20年代，风行于抗日时期的国货运动中，也曾经是我国80-90年代的潮流品牌，一度引领过一场运动鞋款式的革命，在国人心目中是有一定的认知度的。既然没有人对此标的感兴趣的话，那我就抱歉地宣布，走吧。等一等，不是啊，要带你爸是吧？不会回来了，以后没人喂你了。哎呀，说说看，你这是。那个臭脾气，以后谁敢养你啊？啊？就看接盘侠要不要你啊？看你的工兵好不好了？啊？张成，他为什么让我们走啊？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这厂子跟这块地皮啊，已经卖给那个新老板了。不是。哎，我们的关系现在还挂在腾越呢，就算要搬走的话，你也得负责解决我们租的地方呀。对呀，对呀，我没租的地方。开什么玩笑啊！我只是个小厂长，我负什么责啊？再说，我又不是股东，对吧？你们要找那个新老板去谈，好吧？别找我，别找我。厂长，你不能这么说呀！我在腾越勤勤恳恳干了2年了。我每次都是超额完成生产的，你不能随便开除我呀！没人要开除你啊！你找新老板谈，不要找我了。找什么新老板？谁呀？找你呀？找你！你告诉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到底管我啊？你别找我！你别找我！怎么回事？去看看，走。李茂天，啊！你是不是厂长？我找你找谁啊？找你呀、啊！等一下，大侠，谁也不用走，我把腾越买回来了。以后腾越还是我们的腾越，我不会开除你们任何一个人。你们还有工作吗？你是有钱啦，还是有人啦？啊？会不会你什么都没有，你就夸口说要买腾越的？你是疯了、傻了，还是瞎了？还是死猪？算了，不说。我不甘心，我不能再让腾越像自由旗那样落别人手里了。有什么不甘心的呀、啊？这厂子里的工人，你现在不把他开了，你下个月、下下个月、下下下下下个月都你都得付钱呢、啊。你哪来的钱啊？难道你真的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吗？啊？
有没有管事儿啊？这不是又来了？你先去躲一躲，先去躲一躲。去躲一躲。你们干什么的？我们来找江湖。江湖啊，他出国了。出国了？出国有往那儿似的吗？啊？等我傻呀？那更美啊，腾越。不是，你紧张，小江总出来了。真的，这你们来的不是时候，他这真的出国了。说谎啊，真不是你的强项啊，兄弟。来，哎，我跟你讲，他真的出国了，你们。给你。哟，这不在这儿呢吗？听说刚花了500万买了腾越啊？没错。既然有钱，那把我们的债也一起还一还吧。我暂时没钱。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怎么你们江家人这么爱耍赖？当初你爸也……没资格提我爸。江小姐。我们呢，先礼后兵，面子、时间都给足了你，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说了，我暂时没钱。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吧？信不信我有100种方法让你后悔？然后你进去啊，除了江湖以外，你都咬他们，你吃，好东西，你血糖高，啊，吃个血糖高，去，你去咬他们，去。没有想赖账，是你们要账的方式不对。你还挺横的。坐着，你们站着，不是待客之道。而且我仰着脖子看着你，太累。说吧。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是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说那么专业，我听不懂。腾越欠了谁的钱，我会一分不少的全部结清。爽快，那就拿钱吧。不着急。耍我？按照流程规定，恭贺合同给我看一下。采购单、赊账条款都可以，
你们说腾月欠了钱，那就拿出凭证，是多少，我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们。江总，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你不会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签合同，不要采购单，赊账欠条是因为什么吧？如果不是他们好说话，价格低，可让你们先拿货后付款，他们能拿到这笔生意吗？你利用完他们，现在反过来管他们要凭证，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给我三天时间，我要核对全部的账目。给你三天，家人们啊，最震惊的不是自由棋的经销商购买了自由棋，而是曾经自由棋的千金购买了腾月。这图啥呀？看不懂就对了。大娘，我也是一脸懵。江其胜的女儿为了避免继承庞大的债务，放弃继承自由棋，这个我能理解。可一口气照光所有的钱，买下了只剩半口气的腾月，这太不幸了呀。我当初投 TT， 就是看在宋小姐是你前女友的面子上。没想到你一到任，你对他们比我对他们还要严苛，哎，铁面无私啊。那这样，我立马拟一份前女友名单，请都总您慷慨解囊。不是，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哎，不过宋小姐确实没有找错人啊。你还有其他直播基地的资源？妥善的投后服务，才能提高退出的成功率啊。不过真的没想到啊。没想到什么？没想到江大小姐作死的速度，真是出人意料的快。有这些钱干什么不好呀？都能另起炉灶，再开一家鞋厂了。理智是投资者最基本的要求。现实的此岸是他身上再也没有光环了，而他的理智还停留在江其胜去世之前的彼岸。什么意思？他疯了。你说你做事都没考虑到这个现实问题啊？现在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你还管他们那么多干嘛？反正他们也没这个合同啊，对不对？连这个法院警察都拿你没辙，他们能够干什么啊？他们最多是发泄一下，拿个油漆在里面泼一泼而已，你怕什么？怕什么？舅舅，你就按照我说的去核账就行了。你别理他们的，叫你别理他们就别理他们，好不好？哎呀，我都说了就这样办吧。好，我听你的啊，反正我不是你爸，我也管不了你。行吧，我还要赶着去找月山，把剩下的过户手续给办了。至于钱的事，钱我没有啊，我都栽在股市里了。我又没找你借钱。那就好，就是谈钱就头皮发麻。舅舅，你好歹是腾越的厂长。不知道怎么说你。你这两天找个时间，赶紧去看看价钱合适、地点合适的厂房吧。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好了好了，不要我了，就这样了，走了。都托底了，还招厂房？招什么厂房？交完腾月所有的拍卖款后，你的账户上还剩下6730块，你这么做会不会太草率了？我已经这么做了，我也收到短信了，所以你不用再提醒我这四个数字是什么。
你的跑车已经被拖走了，现在住的别墅三天之后也要腾出来。这我也知道。搬到我那儿去住吧，家乡护建也会照顾。不用了，我有地方住。这个卡你先用着，也好应个急。收下吧，你爸爸如果知道你现在这个情况会难过的。你怎么那么任性？岳总，我爸已经走了，你就不用在我面前装得这么善解人意了。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如果一直有人想当你后妈，你什么感受？我不是第三者，也没有破坏你的家庭。那也并不意味着我要接受每一个对我爸有心思的女人。你对自由棋，对我爸已经仁至义尽了。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腾越的事情，我自己会看着办。等一下，他拿走。徐总，宝鑫一路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徐总您就放心吧。用户数的增长目标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好吧，没问题，那我等你们方案，下次再见。好的好的。小刘，你送一下大家。好嘞，徐总。来来，谢谢。送宝鑫了。我腾越脚下的地是你的了。既然遇到了，那我们就把一些事情说清楚，有效节约彼此的时间。说吧，给我多少天，我办。我们内部计划是在月底之前。行了，我知道了。上车，我捎你的。不用。你这个点很难打上车。没关系，我有时间。你现在浪费的不仅仅是你的时间，还有我的时间。华州俊廷，谢谢。还真把我当专职司机啊！请您系好安全带，我们马上出发。你是被安奈达开除的是吧？唐亚这个女魔头，真是冷血。我看过你的设计，也看过你微博的那些视频，
你真的很喜欢设计，而且对国画元素运用的特别有创意。但是你和安奈达的协议放在那儿，同行业的公司不好招聘啊。那你约我来的意思是？我们都是做设计的，对吧？我这里是独立工作室，设计稿、案件记者。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在你们工作室接私活？聪明。只要你的设计稿都挂我的名字，安奈达就不会抓住什么把柄。你觉得怎么样？对不起，你还真找错人了。我不会帮任何人接私活，也不会当别人的枪手。钱朝阳，你可以。已到达您指定目的地，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我先让二维码打开。通过。收款。收了。谢谢老板，记得给5星好评哦。回来了，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今天
天不能来吗？妈，回来那么多天了，也不知道回家看看。他能不想回家吗？是我跟他说的，把工作安排好，把房子收拾好再回家看你，这样你也放心啊。回去洗手，准备吃饭。我上去换个衣服啊。你就惯着他。我是他小婶儿，我又没孩子。再说，他爸和他叔叔都走了，徐家就这么一个，我不疼他疼谁？好，那叫公子吃饭。好嘞。听说你从你爸和我那几个做地产圈的老同学那儿打听倒卖地皮的事儿。哎呀，钻营父母的人脉关系为己所用，这些年你没少干哈。妈，你这说法不专业，我做的这个叫做不良资产处置。哼，我不管什么优良资产还是不良资产，父母是脚踏实地干实业的，生出个只管买进卖出的儿子，这算怎么回事呢？那就是基因突变喽。姐，我背后打听过宝兴，可不是一家稳妥的公司。你爸和我都是本分的生意人，你说我们怎么就勾兑出来你这么一个投机取巧的结晶呢？田忌赛马，草船借箭，这算不算是投机取巧啊？别人能叫经典永流传，为什么你儿子叫心怀愧疚之心啊？错过时代的红利，这不是聪明人的做法。狡辩，典型的诡辩。爸，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完全能够让这已经亏损了两年的徐峰卖个好价钱。你还不如直接说让我关门大吉呢。你和小婶已经勤勤恳恳了几十年，也该好好享受享受人生了。给我闭嘴！我告诉你，你不顾家我可以忍，我看你是忘了自己姓什么了。你姓徐，我不允许你做一个败家子儿。哎，姐，气死我了！哎，姐。姐，我有些私人物品想转卖，有兴趣吗？其实你不必亲自带我来这儿。我是为了提醒你，尽快解决 TT 目前最大的问题。说的像我们明天就要倒闭了似的。创业三年多 ，TT 孵化过头部网红，做出过头部内容，
在行业里算是有名有姓的 MCN， 我们有我们的优势。陶小英已经另立门户，你的优势早就成为你的弱势了。我们现在主推的阿南数据并不比陶小英差。那又怎样呢？化妆师出身的美妆达人阿南和模特出身的美妆达人陶小英在同样的领域没有任何区别。你够了啊，当初就是因为你这样我才没办法继续跟你谈恋爱。正是因为我擅长说实话，所以说话才不好听。要解决你目前旗下签约同质化严重的 KOL 们，需要足够多的品牌和厂商成为你营收的基本盘，所以和覆盖供应链的平台机构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才能保证你有足够多的品牌来支撑你的业绩。好，知道了。下车做正事吧。近看本人更漂亮。方总代理的运动女装千代，在今年的618准备做一场活动，希望能跟你合作。4个小时，5万服务费，还有20%的提成。是，这是你露脸直播的处女秀，我自然不能亏待你。谢谢方总。来来来，坐坐坐坐。来来坐坐坐坐。喝水呀、啊，喝水喝水。哦，谢谢。水，辛苦了啊。没事，谢谢。哎。哦哦，那个、啊，来，这是我们这个方案。哎，好嘞。您看一下，看一下。目前和你们签订战略协议的电商平台有几家？目前是5家，但我们最大的优势是周边有很多的服装鞋帽生产基地，以及一些食品厂。嗯，销售需求还是很大的。这个方案呢，有几个重点，我要跟你说一下。对，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二个。来，你上空调，我给你封烟。对，给我包药，给我包药，我给你8倍。有什么心得吗？基地对接的品牌资源不少。嗯，线都给你签好了。后续怎么推进争取就交给你了。 TT 的转型需要新赛道和最有效率的运营方式。一会儿好好说，好好说，有话慢慢说好吗？啊，这就是我的答案，别靠近我。你就站在那什么也没做呀。方总，我什么也没做呀，我这么多人看着呢。哎呦，方总，方总，你消消气，消消气啊！来，你来，方总，方总，快快快！莫名其妙。对，我这不方总，真对不住您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慢走。你怎么回事你？啊？你这么对待我的客户，我以后工作还要不要了？他刚刚整个人都快贴到我的背上了。你知道多少人争着要跟千代合作吗？啊，你懂不懂？只有争取到最大的牌子，你身价才会水涨船高吗？做这行的，只有靠卖大的品牌，才能吃到流量，有流量才会有身段。都干活。
他的话有逻辑漏洞。什么？靠大品牌才能有流量，这是最大的逻辑漏洞。当然，现实生活中确实也有不少这样的案例。你还想继续这个工作吗？这份工作对于我来说，短期内能解决经济问题，让自己成为一个不用受制于他人，可以长期的解决你的经济问题。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让你的身后站满千军万马，这样就不会这么容易被人欺负了。千军万马，你是指？如果你还想继续这份工作的话，可以来名片上的这个地址找我。在我这里，绝对不会发生刚才那样的事情。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承诺。起来，逞能的小孩也开始有勇气。